そうやな。这家店用的食材非常的新鲜，料理长的手艺也是相当的有名，而且是在我们眼前烹饪。非常搞笑，非常有意思。注意看柠檬，怎么没了？不可思议！再仔细看一遍，你猜柠檬在哪里？这是魔术 magic， 哈哈 ，magic， 怎么样？这个虾开始做体操了，好魔性哎！明石海峡大桥是建在明石市的一座有名的大桥，这个看起来像什么？我看很像花样游泳。实在是太香了，快给你带。Amy， 再来一吗？再来一吗？哦，过来，見て見て。Look at。好新鲜的虾子哦，完全是那种海鲜味特别特别浓重的，然后它用的那种油也特别好，整个吹上去加上它那个加的胡椒味非常非常的鲜美。哇 ，beautiful， 那后面的你看一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神户牛肉，一起送。这个兵库县的淡马牛肉中最高级的一种牛肉，所以我看它这个色泽确实跟一般的牛肉都不一样，看上去就知道非常的鲜嫩。神户牛肉的特征就是它的脂肪的熔点接近于人体体温，脂肪与肌肉细细的交错在一起，根据化学分析，神户牛肉比其他的肉中含有更多的四黄带和三硫酸，这就是它美味的秘密所在。哎，好搞笑，放大眼。尝尝这最高级的神户牛肉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Thank you.
ここまで行きたいんだよね。